当然是公所规定要传承地方的宗教文化，让囡仔来增加文化的体验。这几年陆续伫咧市内的庙宇举办新民公仔的彩绘活动，也得到大人囡仔热烈支持。今年岛内的大坑乡就特别选择主神戴阿公的圣诞进程来举办这项彩绘活动，为庆典来拍头阵也增添光彩。现在，咱就透过镜头来看一段囡仔安怎用画笔来展现创意。到了大坑乡头前的广场是六里公馆，这是庙方为着迎接一年一度戴阿公圣诞特别向公所举办的彩绘公仔活动，一群大批亲属来参与，其中有阿公带孙仔来帮戴阿公公仔画上色彩。安好啊，就记住亲子合作啊，安起来时吼，对跩人加，跩囡仔嘛加吼，加较活泼，较袂讲单一来戴是变讲吼。另一种像书呆子的感觉，可以外口有活动空间，安较好。大家早，哟，早早嘿。啊，欣赏你们的文化。我们的小朋友哈，大朋友啊，今天咧看到大家会当小招小撮来亲近啊，我们的戴牙，我感觉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从小我感觉送给小孩子最棒的礼物就是亲子的陪伴。一起共同的体验，这对斗六寺哈认识啊哈我们庙宇的文化啊有非常正面的帮助跟意义。到了大坑乡敬奉祖先的阿公是地方重要的信仰中心，每年圣诞庆典拢请大批信徒登来参拜为地阿公祝寿。今年首次举办这彩绘公仔活动，也希望发扬地阿公的神威。因为都头拜办的啦，很工作配合来办啊啦。这个计划是拢工作，但是计划啦。啊，反正今仔是400个小朋友要来画画啦。啊，要来要好的真多小朋友带灯做纪念品。这场彩绘活动，不少亲子是头一次来参加，很重要专业的师资来指导囡仔透过画笔，大胆的公仔顶管创作。因为我们用的是亚克力颜料，所以说它是可以覆盖的。那因为可以覆盖，所以在小朋友操作上就会很方便。他即使画超出他的范围了。他还很容易的可以把它修饰回来，创作力都很好，我觉得他们对色彩的那种感觉还很不错。欢乐的彩绘气氛率先为旧历三月初三底下讲圣诞闹热，到了大庆宫也热情欢迎大家在圣诞庆典这天来拜底下讲感受地方年度盛事。记者陈差不多。